联想品牌代言人王一博，欢迎一博，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，欢迎我们的联想品牌代言人王一博，来一博打个招呼吧，跟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哇，今天新的身份，联想品牌代言人。一博了解联想，那我们问一下华哥，你了解王一博吗？哎呦，这问题难不倒我，我早就被一博圈粉了，而且我周边好多同事都是一博的粉丝，好多都是啊。你看第一排手机都举起来了。对，好多都还在门外呢啊。一博舞跳的超级棒，是超级棒，歌唱的也非常好，演戏也特别精，而且最吸引我的一博是职业摩托车手。这个身份最吸引我，是一博把每一份热爱都做到极致，在每个领域做的都非常的出色，可以说是一个敢想敢搏的全能酷盖。全能酷盖，谢谢。我觉得王一博就是诠释了一句话，叫做这个年代该有的青春的模样。哇 ，OK， 既然大家都彼此互相了解。我们玩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，看一看你们在选择电子产品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。来，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这个 AB 手牌，我们有几道小小的选看得见，我们有请摄影老师来到舞台哦。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完成这一张联想的大合影，我们注意安全，在原地就好，灯牌可以立起来哦。来，准备好，同样给自己给中国给联想点赞啊。来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还是那句口号，敢想敢搏，生而向上，看正前方。好的，再次谢谢每一个为联想点赞的你。那到这里，我们的今天的星光之夜暂时告一段落，要谢谢我们的联想品牌人王一博，谢谢一博，也要谢谢到场的各位来宾，谢谢大家。